竹简乡的大家长胡平雄、胡乡长，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我们胡乡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啊，我们的陈立，还有我今天的高明校区，大家坐，大家好，好，大家早安哦。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，还有所有的乡亲呢来参与我们2016我们。柠檬节哦，今年呢，我们在柠檬的命名活动呢，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销的活动哦。哎，你好。明天也这里，明天也有，应该是明天，明天应该是柠檬。啊，像我们出来的话，啊，下礼拜尬场。下个礼拜社教馆。对啊，社教馆尬场很多，因为我近两个多月没跑场了。富贵。
山的斜针斜金元素，裁剪出双层的客家服，典雅又时尚。
那个这个不敢说表演，那我们今天要抓好的，比如说我们驿站呢，也有设三个转身、看着镜头，对，我在场方啊，也许你敢说在这边就可以抓到他啊，现在抓好的呢，尽量来我们今天驿站，当然来我们驿站呢，也有很多非常可以享用的东西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的万能科技的总经理要不要来？你好，我们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时尚设计管理系，今天来参加柠檬节，非常开心，然后今天来特地来帮忙走秀，这样。因为有那么多的长官贵宾在一同监督整个今天的仪式。用上好给咱弟弟，天条条，咱方丢，给你吸收。